喽，这里是迪拉。眼睛无神，头发干枯毛躁，一黑毁所有，这些都是变美之路的绊脚石。作为精致都市丽人，当然不能被这些拖后腿。教你们用我的爱用物解决这些烦恼问题。所以今天这一期视频你一定要看下去。精致的都市丽人，眼睛一定要够闪，因为说我的眼睛会很容易无神，所以我每次化妆基本上都会用到它，迪拉液体眼影。如果你想要 Irene 炫耀那种眼睛会发光的眼妆，就像这样，在眼影的前半段，然后眼皮上面再戴一个美瞳，保证说你的眼睛有星星。它的质地很细腻，推开后完全没有颗粒感，非常的 bling bling， 但是持久度就一般般了。一般我用的话，四五个小时就要补一次妆。我比较推荐大家买迷你三小支的套装。第二个出场是这个欧莱雅的精油洗发露。我之所以会买它，是因为之前欧莱雅的 PR 送了我一个他家的一个中样，用了之后我非常喜欢。用完之后，我又马上自己买了瓶正装，它真的超适合我们这种爱染烫的小仙女，一挤出来就能闻到那种自然浓郁的高级香。据说是因为里面含有法国的蔷薇精粹油，每次闻它我都觉得哇，真的好香哦！如果喷了同味道香水，你就是温柔的大姐姐，因为里面已经是自带了可以护发的凝露，所以洗完后可以不用护发素，你也可以从金毛狮王变成用过飘柔的女人。特别适合头发容易打结干燥的妹子。最重要的是它持香特别的久，让你男朋友完全不会发现你三天没有洗头。第三个是韩国的 Islet 角膜，精致女孩夏日必备，因为到了夏天要穿裙子高跟鞋什么的，小腿这边要是又糙又爱起皮又起屑，就很影响美感了。它是这样一个像长筒袜的设计，给你全方位的 SPA， 里面真的超多精华的，每一个角落都有精华液，脚伸进去的时候冰冰凉凉的，夏天很舒服，感觉自己很像穿了一双长筒靴，有没有？像洗完澡逛街完睡觉前直接套上，给腿部来一个大保健，然后躺在床上玩手机听歌就 OK 了，快乐的时光就这么开始了。敷个20分钟，你的腿就能够像刚敷完面膜的脸一样白白嫩嫩。据说它还有消水肿的功效，但是我暂时没有感受到，因为我从来不水肿，呵呵，还挺牛。不过像我一样经常穿高跟鞋又爱起皮的妹子们，这个你们一定要去试。试问哪个女生不想全身白白白，在人群里发光成为焦点？我的这瓶 Olay 的烟酰胺沐浴露就是可以越洗越白的，它的成分跟我一直在用的 Olay 小白瓶成分是一样的。我们都知道小白瓶的美白效果确实不错，对不对？这个沐浴露就是把可以让你白的发光的烟酰胺加到里面去，除了这个它还添加了 VC 跟 VE， 可以说是诚意很足了。像后背如果有痘印的妹子，我也会特别推荐你们用这个，因为平常很不方便给后背去做美白，但是它就很方便了，每天洗一洗，今天的美白任务就完成了。香味还是祖马龙的小苍兰替代，但是留香程度绝对不输祖马龙，完全可以替代掉它。我现在就特别喜欢晚上洗完澡之后再涂上我新买的大白兔身体乳，觉得自己就是一个行走的香水瓶。不过我要提醒你们的是，晚上如果用了含有烟酰胺的产品，不管是身体乳、沐浴露，还是用在脸上的乳液、面霜、精华，一定要做好防晒，不然的话晒黑加倍。最后我们来复习总结一下，从头到脚和我一起做最懂得生活的精致都市丽人。最后记得在评论里告诉我你们的精致爱用物，喜欢的话记得3连哦。